前 TVB 小花陈思恩，自从2021年嫁咗俾有米老公陈以正后，可谓一跃龙门，生活质素几级跳啊！既进驻千尺半山豪宅，又经常同老公周游列国，仲拥有多不胜数嘅奢侈行头，真系羡慕死一众电视姐仔啊！日前，东周刊就发现陈思恩孖住老公陈以正拍拖到铜锣湾行街，期间陈以正在家品店假算飞机头枕时，名牌爱好者陈思恩似乎对非名牌产品提不起劲，一直只顾做低头族。不甘被冷落的陈以正突然出招，将头依偎在老婆的香肩上撒娇，懒理旁人目光。跟住夫妻两人窃窃私语几句后，就俾钱走人，唔通要翻归进行做人大计？